每生最近来说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必胜公园所提供的节目，等下收音机声调频公播网89.3做的播出。有需要服务免客气，慈天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我关机道亲咱家空我感恩。落雨呢吼？这摆这个风台呢吼，不远啊，但是呢吼，也有一点点吼，在去山上的路吼，人讲土石流啦，还是讲小可有伤害的啦吼，这咱啊要去山顶，嘛是要小注意这个吼，安全啦吼，安全吼，安尼咱出门呢，一定爱吼保持安全啦吼。过来就是讲吼，看袂唔舒适，咱都绕跑啊吼，唔好搁伫个山顶倒流啦吼。因为雨当时啊要落大落细，咱拢唔知，直接祝大家吉祥平安。来听宝娘。主为幽冥消灾。
咱即卖咧吼，有真济通道啦吼。啊，因为压力，为什么会有压力？啊，灵修也会有压力吗？吼、哦，修行进程啦，吼、哦，咱拢会甲问题变成一个压力，吼、哦，啊，到尾就甲变成一个烦恼，啊，佫甲造成一个痛苦。吼、哦，第一感觉讲，啊，是安怎人拢会讲吼，啊，你咧无做啦，所以你就会安怎啦，啊，因为人工逼退，身体无好啦，啊，是你的家庭运道无好，拢是因为你有带天命无做，啊，所以讲，遮个拢总是人甲你灌输伫个内底烦恼。我为什么有带天命没有做啊？我有在做了也不行，现在也有在做了，但是也没有改善，身体没改善，家运没改善。啊，自己的先生哈、哦、啊，儿子都没改善，到底是出在什么一个问题？咱哦修行啊，修到这条行的哈，真正是嘛是真可怜的一种，你知无？修行进前，人甲咱讲啊一堆啦吼，啊，你着为着要讲吼，人甲咱讲啊这个代志，你用你去实现这个人讲的话。哦，伊叫你爱去对花啦，台湾专线回透透，花敢免开钱？哎呀！花爱了时间嘛爱开始，然后花花了后回来，哎，如同呢，你的烦恼也个感官无放落来，因为无改善，啊，你就变成一个啥？人家你讲的这些问题，你就变成一种压力啊！你逐天的压力就压力在这哦，我就是因为无修，所以所有的罪拢是因为你无修，因为你无做，安尼你敢想？我们是把神佛。都把它挂在嘴上哦，你都是尊神跟你讲啊，你一定爱安怎？我们把神贬低了呢，咱去把咱的神格贬低了，把所有神的神格都贬低了。我们那么容易就因为听到神说什么，你就跟他说什么吗？咁真正真的吗？我跟你讲啊，似懂非懂的人最容易被框架，似懂非懂的人无胆。就容易就去让跟你说你不可以安怎就会安怎，这样你就产生一个压力了、啊、所以说我每天差不多上不要接五通以上的电话，梅尚师姐你可不可以让我解一下、帮我解释一下，没有修会怎样？没有修不会死人啊，为什么会怎样？不会怎样。无修是代表什么？修炼是代表啥？我们都把它分不清楚。什么叫做无修？我无修敢会安怎？我无开光敢会安怎？神敢会因为你无开光甲你处罚？神敢会因为你无做会甲你判死刑？敢有这种这么残忍的神？敢有这种这么慈悲的神？敢有这种这么无慈悲的分吗？无可能啊！他只是要告诉你，修行是要干嘛？就是要把你的心修正了，不要偏了、哦、修行是要让你代表一个人格的转换而已。为什么把修行当作是无不行啊？无做会安怎？为什么我们去讲穷较济要创啥？啊，咱人呢啊，未捌唔捌的时阵，人家你讲的这些问题，就会变成你平常时的压力啊。好、哦，啊，你把平常时的压力。就转为是一种没有做，也是一种烦恼，会造成你的痛苦，会不会？会，会造成你的痛苦无？会。啊，修行，哦，一头前修行进前，人家你讲的这些话变成压力，转为烦恼，啊，转为烦恼了，佮造成痛苦了后，啊，今即马你已经完了有礼拜在修啊，吼，啊，有在修啊，渐渐将痛苦降为烦恼。佫减少压力啊，因为我有咧修啊，你也把它变成一种问题啊！啊，我袂晓办事要安怎？啊，我灵语听无要安怎？人讲灵语我都听无哦，所以讲变成了一种问题，然后再面对问题，哦，面对问题又没办法解决问题，最后没有问题啊！这就是咧讲啥？就咱吼。但讲天地间的神明吼，绝对不会说这么轻易的哦。啊，你都听得到伊的恭维，这么轻易的，他就会派你去做什么事？道道者是对自然而然的行动吼，伊、哦、有一个殊胜的润哦，迄种润生啦，吼、哦，就是讲凡尘世界来讲啦，每一个有情的灵性
好，众生四个实相体，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就一个实相体世界，拢是爱食饭啊，拢是爱做工课啊。吼、哦，所以讲十个人有三个人入宗教，三个人入宗教不一定大家拢爱开讲呢。吼、哦，都、就是修心练性，吼、哦，让人去了解做人的道理。咱无分别意什么叫做德者，也没有分别说在天地间在演化过程，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可以成就于人道世界。哦、来给予诸多丰富的资粮，最主要是要让我们说你祖族的因素你要获取的是什么，这就是在说我们以前老祖有说说未判分阴阳、哦、上冲、哦、降这佛地主来世间、哦、就是老子言论是珍宝，但是呢、哦、我们现在已经、哦、把这个老子言论好、哦，这所有道德经什么经、哦、已经是把它撇到旁边去了。我们不是在修道德，我们是在修烦恼，我们是在酝酿自己的压力。我问你啦，好、哦、啊，一根姜给开了，你又能发挥到什么程度？所以讲吼、哦，咱即马幽静的这所有的吼、哦、啊佛弟子啦吼、哦，咱最主要能够很舒适方便呐、啊。吼、哦，普及性的吼，迄、哦那个润生条件就是啥？做一个足平凡的人，吼、哦，做一个足平凡的人，吼、哦，你有达到你成长的条件，吼、哦，人到世界就是润生的大因缘，就是成长嘛，学习嘛，啊，成长学习我一定要来开工嘛，成长学习我一定要来跳档嘛，成长学习我要来抛山吗？是谁叫你要去抛山？是谁叫你要去开工？是什么人叫你一定要安怎？该开讲的人，你也不用逃避啦。但是该开讲的人，不是别人跟你讲的，是神跟你讲的，那才有健康。真正的神佛告诉你，你真的有这一条天命。啊，那我台湾专线西门开啊多啊，咱今嘛庙嘛比西门有较多啊，无较少啦。啊，你讲大家拢去甲开讲，拢去山顶走走，等下就甲开讲的话啦，你能怎样？你又能怎样？就达讲。都有人会讲，梅山师姐啊，我有开工呢，但是我唔知要安怎办事呢。啊，我有开落啊呢，吼、哦、一片正大片呢，但是都无香客，安尼你看要安怎？智慧应用啊，为什么你含刮了诸多经验跟知识跟智慧，你有成长了，你有经验了，你的知识智慧你有法度应用啊，你又能够传承于后代，迄个时阵你再来做这个工课，这叫做人生条件呐、啊。你的条件呐，我告遐，吼、哦，人到世界，真正在咱今嘛这个时阵，唔茫乌白讲派啊，这个无人道的代志，你知无？拢是。加少神明的名，啊，就叫人去做一寡不应该做的代志。所以吼、哦，无修行进前，咱感觉安尼真好过咧。吼、哦，啊，入来修行，啊，他会出变安尼，吼、哦，变成是一个压力，变成是一个烦恼，变成是一个痛苦，变成是一个无法度结局的一寡代志。开开的无在结局，后壁没有人接。后边唔知道要安怎，嘿，这叫做没有结局。吼、哦，咱起码是要甲咱讲，我们现在大道里面是要跟你讲的，就是说，我们要为苍生，还是为天地，还是为众生来做自己弘化的导引。吼、哦，这是要甲咱讲如实的、如实的代志。如实的代志是啥？如实的代志就是甲咱人教讲这个世间人一切世间生活的过程。哦、是融合了对生存的信仰，咱对神是一种生存的信用，教育传承的结合呢、哦、这其中有很多在人道世界来做提升，是由于要上古起今、啊哦、是要传承来做什么，就是教化，也就是教义、哦啊、这个教化跟教义历经于千古不变的法则，就是回归于道法自然，经由人为的因素可以达至超越上升，但是又有下对轮回的相续结果。你若做唔到，你就迄、那个吼、哦、下对轮回相续的诶这种吼、哦、因果。为什么？那像安尼啦，办事拢要办安尼话啦，
吼、哦，无袂使，迄种个拢用强下来，无袂使用强个，无袂使，迄种个有偌济人辩论伫这个所在，真正去开工开开了无所事事，不知道这个工有什么功能，这些神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现在在这边还是这么的静寂，这么的寂寞，我还没办法把工开得很好？你这个追闪门开出去了，你又没办法把你要做的事真正掌控在你的内心智慧里面，你跟他说你有法度做啥，你无法度做啥。天地演化是将人道的世界在二十一世纪做一个进化超越的提升。啊，现在大家都变到讲安尼，无走灵山未使，无开工未使，无做机未使，无跳档未使，靠这种代志啦，无这种代志啊，为什么会把它变成这样子呢？哦，无安怎拢未使？人因即马天道演化是咧演化，讲即个世界文明科技真哩进步。哦，咱即马来讲啦，讲较早咱讲强主啊时代，哦，强主啊过来世间出世无？但是没有人敢证明，讲强主啊世间来出，伊过来世间出世是出世上，哦，出世，迄个诸葛亮。好、哦，讲强主啊，了后封神了后，然后过来出世做，好、哦、三国的诸葛亮啊，诸葛亮呢追个三国演义完了，又来出生了，出生为刘伯温。那刘伯温一个上虎克，东马扎老帮，好、哦、刘伯温，刘伯温了后，哎呦，他又在原生另外一个下一个世是谁？人讲刘培忠老师，好、哦，就是讲仙宗的老师。仙宗的老师就是咱咧讲刘培忠，哦，刘培忠老师，伊这个脉，就是为第一代的，好、哦、咱所谓咧讲的吼，强主啊，第二代诸葛亮，第三代刘培温，第四代刘培忠。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下对轮回的相续，要是成全大道。将它演化得者，好、哦、来成为一切有情众生的这灵根佛祖，有所有一切的这个问题，它就是一种教育传承的结合。你这个世道的世界，就人道的世界来对，把咱这个灵性提升，好、哦，我们要教化下一代，好、哦、成为佛果，佛果千古不变的法则，就是佛果修因。千古不变的法则，就是由咱人，吼，由咱为人的因素，达至到超越上升，他就要叫你修，要成全你，不是一定要叫你做这些事。啊，咱即卖人拢是讲误导了，哦，误导一直在误导。哦，你若安尼，若安尼，你甲想啊，到到这盘，吼，灵修盘是乱到有够乱来乱啊，吼，啊，你也讲。释迦佛祖，伊的概率就是叫你讲爱好好修阿弥陀佛一句念到死就好，吼、哦、啊叫你好好念经，叫你多好好求忏悔。佛教的教义就是安尼，儒家的教义就以仁义礼智信，吼、哦、五德啊学佛教，吼、哦、道家的教育就叫你道法自然回归到本源延伸，伊无叫你安尼呢，啊咱真啊个无个遮复杂。好，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拢总是国家政府管的，吼、哦、啊，拢总是政府咧收钱的，你入门票入去排，但是伊无温存咱一般人像安尼啊，啊，台湾人吼走去弄个中国大陆啊，为中国大陆搁这个弄倒转个台湾红来先倒啊，你家想啦，台湾全省宫宫庙庙有几百间、几千间、几万间啦。啊，咱的人类到偌济？咱台湾真正信基督教信一半，吼、哦，啊是讲信三分啦，吼，信佛教信三分啦，啊，信道教信三分啦，信一国道信三分啦，信吼、哦、啊，咱的这个基督教信三分啦，咱两千几万人口，佮包括囡仔，佮包括老大人，佮包括无信的，即个，安尼你甲讲，你开很济宫，有偌济信徒通通去拜，有偌济信徒当来甲你拜啦。有偌济信徒行为这个宫门去拜啦？你要考量呢，考量咱台湾，咱台湾的人口有偌济，吼、哦，啊个信一寡吼，咱讲基督教好，还是其他的宗教，
好，安尼话啦，啊，你讲灵修诶，你定三分啦，啊，灵修半定三分诶人啦，来咧行啦，安尼你想咧？安尼，这个宗庙会兴盛吗？台湾全省几间会兴盛诶？梅香早就讲过啊，就大家嘛，白沙墩嘛，吼、哦，啊，这较有大经经过几啊百年诶，这拢总是宗庙，吼、哦，宗庙伊都一定诶，一定诶信徒，伊都一定诶。好，一定的收入嘛，但是其他这搁再搁衍生出来，叫你去开疆的，叫你去哦，用五字的，用七字的，用九字的，吼、哦，无极的，搁无无极的拢有啦，无的也搁有。安尼这开开的，你想咧，有偌济信徒会走遐拜拜，有偌济人啊？像咱今嘛这个，吼、哦，今嘛这个时代安尼，你想咧，台湾本岛2000通啊，你也无较低啦。会当互你偌济间宗庙去分散这所有的咧灵学的人啦、啊，哦，你有法度去甲想，安尼佫开落，感觉这样有意义，真正佫开落，对这所有的咧灵学的人，佮毋是一个压力吗？佮毋是一个烦恼吗？你开宗佮开落就烦恼啊，两字走出来，开宗佮开落你压力，两字就佫走出来啊。第一人无用客，你嘛有压力，吼、哦，做无好事你嘛烦恼，啊，你说这些你还要？一定要这样做吗？咱即马即马就是咧讲吼，咱炎黄子孙啊，伫咱这個中土5000几年的历史悠久来做这个印证啦。其实三皇五帝进前的天地，吼、哦，这个元会开创已经是历经以30000几年的时光，甲即马，吼、哦，咱会当面对伊时代是由宇宙星系文明，吼、哦，然后在这个地明星当中呢，你去了解对天地星序的演化，能给予咱即马这个，吼、哦，咱讲时机的生存，对纷纷众生来提升伊的灵性、身躯甲心性的超越，乃是真实性。啊，这真实性就是咧讲啥，就是咧教你，吼、哦。千古不变的法则，千古不变的法则就是超越上升，就是按你自己的道德良知，就是在演化你的道德良知而已啦。啊，你演化你的道德良知，但是咱对这个吼根基克服，这个困难，足少有人真正能够突破。吼、哦，你要做到上苍的肯定，吼、哦，佮对这个啥？这个引导的这个行转是对的，你对人家的引导成全是对的，这样你这间庙有功能，你这间庙有 功分啦，什么有功分？大多天地都是殊胜的，但是咱现在你有个想吗？科技文明已经在相互印证了，印证啥？印证对天地演化过程，咱没拔这个宇宙虚空无极后天相互传承，这是宇宙天地条件。来对面是在跟人讲吼，我们一定要去了解、明白人道世界是经由处世的演化，但是演化你要怎么样去成全这个世界？经由演化、进化、创造、传承，然后来提升我们元灵的真正的灵动力，你的元神的灵动力。这一个人的正知正见，这是真重要呢。吼、哦，所以讲吼、哦，我们现在已经受到了大道天地的恩泽啊。但是上苍将进化演绎，吼、哦，要成全众生，能够成为一个，吼、哦，咱讲国度甲宗教啦，拢是同款啦，拢甲敢那事业一定爱经营啦。吼、哦，先来讲国度甲宗教。国你无经营，这个国家也未形成啦。啊，这个宗教你若无经营啦，世间呢吼，你嘛是爱甲当作宗教，你嘛是爱当作事业经营呢。当作啥？当作好的事业是什么？就是道德事业的经营。吼、哦，咱的这个母娘甲咱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字的八宝，你去甲经营。然后这未来要提升的这个灵性的原动力在进化到一个人类的转折点，就是要回归到道法自然，返璞归真嘛。道法自然返璞归真、啊、所以说
咱即马，咱即马吼，伫天地当中咧串联咱人道的世界，国度也好，宗教也好啦，都需要吼一切人，吼一切人世间的事业经营赶快啦，啊，可以成就于无限造，吼无限创造的开启，就是咱即马科技文明的创造进化，但是人未使无道德。未使无良知，你已经文明科技创造到进化到这个程度，你道德良知哪个败坏？你道德良知哪个败坏？那这个世间所有上天的德者、温者都不会给你的啦。啊，那不会给你的，这个人道世界会不会毁？会啊！好、哦，经由自己的修，来自达至超越与回归啦。好、哦，这个如实性的啦，天机良缘，好、哦。即马就是天机良缘，要予咱呢吼，真正去了解上苍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上天予咱的旨意是啥？啊，咱上天予咱的旨意，咱都搞不清楚呢吼。以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吼，咱人都会容易自大嘛。吼，以自己的短处去比别人的长处，则会流于自卑。吼，建立自信的方法，不要吼自大，也不要自卑。好，这样才能产生自信，才有自信，才有自在啦。咱今要修一个家庭平安，修一个家庭和谐，修一个吼利我，吼、哦、你我因缘啦，吼、哦、就是咧讲吼虚空因缘。咱人来到这个世间，爸囝嘛有因缘，母囝嘛有因缘，翁某嘛有因缘呢。吼、哦，这个机缘的促成，是你有珍惜无？你也要去运用，吼、哦、人的成长。人的成长了后，你的德者德性有成长，你就袂去做迄个唔对的代志。啊，你若去做唔对的代志的话，一个家庭就散碰碰啊。好、哦，即卖囡仔，你要怎么样去改造、修整它？好、哦，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真实去让他了解这个人是现在已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咱爱用什么款的方式，好、哦、去让这个人世间、人道世界能够长治久安？这就叫做循环天地当中了。我们要多加努力，好、哦，必须要多加珍惜呀！好、哦，人来到这个世间，不是要叫你来骄傲，是要叫你来肯定，好、哦，肯定你自己有做到道德两个字，好、哦，真修实练两个字。安尼呢，你才有法度呢，一生回报上天呐、啊。那上天才会留一寡机会予咱呐。好、哦，上天也无要留机会予咱呐。地水火风四大做一该甲你处理啊。我跟你讲啦，看你心偌兴，不是心无兴，是因为没办法让人类归正，他只有走这一条路，就是山呐、啊。好、哦，唔听话，好、哦、唔听话就是山。好、哦、啊，山到一个程度。啊，就看后边未来又果是安怎，一个另外一个格局呀、啊、吼。所以我就会讲吼，啊，今麦过来就是弥勒东来下生，吼、哦，啊，就要来降天盘，啊，今麦要来降天盘，有人类好降，无人类好降，有人类好降，到天盘好降啦。吼、哦，啊，那人类差不多在瘟疫收到尾了的时阵吼，嘛弥勒东来下生来降天盘，嘛无人类好降啦。没有人就没有天，也没有地狱啦。由人来造，由心造天堂，由心造地狱啊、哦、如果人类灭了，没有了，就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就是混沌啊、哦、啊，所以咱今嘛也个唔知惊呢，戆戆啊死，啊就戆戆啊吃，戆戆啊过日，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叫做什么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吼，伫个吼儒道释也会五教吼，吼、哦、伊所讲的吼、哦，这是同源啊，本一家。吼、哦、啊！但是咱卖甲分别心啦，吼、哦，大家好好啊去甲，吼、哦、去甲做。我相信讲啊，这个社会会较稳定啦。啊，如果这个社会呐动荡不安、不稳定的话，我跟你讲，这个地球也不能长治久安啦。迄嘛是一种吼、哦，咱未来吼皮爱定要安的代志啊，皮若无定要安哦，咱就唔知影讲到底他是做对啊，做唔对啦。这是很危险的事啊，吼、哦。
赛道，两只千秋领教天籁，万里悠扬，恩泽光披大地神威，九星护驾度永年若水。让永生智慧今麦所收听的这段词汇，感恩呐、啊、吼啊，咱的师兄师姐对咱节目啦、啊、吼，没想讲的很直白，最主要的是，吼、不要有太多的问题啦吼，都把那个茫不懂的吼啊亡啊，人讲亡羊补牢的一些事都丢给吼啊咱的后辈啊吼，啊一寡后辈吼。啊，或者吼前辈安尼惊到咩，讲诶讲，啊，着讲着，咱无袂使迄种诶，即吼，或者吼头惊头前诶吼，安尼去恐吓后壁即个吼，即个妈办呐唔办，啊，搁爱家庭、爱事业、爱婚姻，有的是弄得乱七八糟，安尼人讲为着即个吼，啊，即个灵学安尼吼，为着即个因为诶口误啊，为着即个因为诶讲灵语安尼乌白直直撞，安尼撞甲镜头卡遐，无甲一个真正，我都去甲破讲你即爱安怎？我们还是要把家庭顾好，吼、哦，你无家庭，无家庭，要哪有一个讲吼，家也就是我们的道场。啊！你甲这个街道场了，不甲的拢用要无成家啊！你甲想，这个有成？家庭就是咱的道场，事业嘛是咱的道场。我们每天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道场，都是道场，都是要让你修的道场。啊，这个没有你修的道场，但是咱如果拢去甲偏你，拢甲偏为神遐去，甲偏为讲无甲神做工过袂使。啊，现在的神呢，就好像。被我们这些吼、哦、啊修炼的，把他神格都被他拉下来了。有神啊，无神啊，有哪无啊？安尼啊，就变成讲，那神格怎么那么简单？哦啊，凊彩就要对你。我今刚才师兄讲的，吼、哦，阮兜生一个囡仔，偌特殊了，阮偌特殊。伊讲哦，迄杨震啊出世的了，
我讲阿是上甲你讲，嗯，阿都阮一个师兄讲个，讲阮兜后摆要出一个吼，好，安怎厉害，都安怎厉害，我讲安怎厉害，你讲阿都讲吼，三百邮政来出事个，后摆阮囝吼，唔来开工，会做啥物工过，要做啥物工过，我讲恁囝即马几岁？四岁。吼、哦，啊，四月你就甲预设立场哎呀，系啊，四月就拢你甲揣，拢我那买对拜拜，我拢甲揣去，吼、哦，啊，就开始你甲酝酿，开始你甲加分呐、啊，吼、哦，安尼，你看，今嘛咱已经吼、哦，所有天上的神吼、哦，好像没有来人间是不行的，所以天上的神无过来出世，那像袂使，吼、哦，大家咧讲啊，拢讲到安尼吼，无袂使安尼，啊，那无袂使，你甲想咧？哦，大概拢个地一顶，但拢个大顶无啊，拢个地落。啊，你个想，那以后呢，有多少人类啊？好，咱即卖人呢，生一个都无爱生，人甘愿无爱娶嘛，甘愿无爱嫁嘛，无爱生啦。啊，你以后嘞，以后嘞，以后我们都没有去想到，人类越来越减少。哦，啊，生的人越少，好、哦，生团愈来愈少，无爱结婚的嘛，愈来愈多。哦，安尼你也想咧？连讲干那要塌这讲政府机关的吼，这人吼会发多讲哦，去塌起你讲哦，爱食头路人吼，公所先生爱有公所的人啊，地哦，咱讲不管讲你是什么款的单位啊，拢一定爱有人在遐办公嘛。连讲哦，连办公都塌无人，我来讲，这老要退休就足歹退休的啦。咱拢要唔知讲吼，即卖人哦已经一。能减少几万人诶，减少囡啊，减少偌济啊！本来一体拢生四五个，生三四个，吼啊，到尾也着甲讲吼，啊，两个孩子恰恰好，一个算是宝。好啊，拢甲生一个，吼啊，即嘛着空窗期啊。民国65年姓梁啊上盖济啦，但是过来了后，就开始一直人口一直减，一直减，一直减，减下来了。即嘛过来政府机关啊要托诶吼，过来要托人去咧吼，我那无济啊啦。所以我们没有去讲说吼，我未来到底是安怎，咱拢无去个想遐济啊。但是我们现在的，只要你会开工，你会做会办代志，你就开始吼、哦，你就开始会派啊，看你要安怎派，派一堆啊。但是派连讲是上烦恼。所以说吼、哦，有时候啦，人吼、哦、真正还没到觉醒的时候啦。人如果有到觉醒的时候，吼、哦，咱都袂绝对袂过去舞一挂会烦恼的代志啊！你若舞一挂会烦恼的代志吼，真正的，这个有一天吼、哦，后悔的人是谁？后悔的人是自己呀、啊！吼、哦，所以咱讲吼，悔心来教，吼、哦，咱人呢会当呢，吼、哦，退来通明，吼、哦，妄想的这邪妄。吼、哦，袂使搁再吼侵入咱家己的思想观内底。如果那个侵入咱的思想观内底，那以后的事情就会很多。吼、哦，甲一寡囡仔拢甲当作灵童，一寡囡仔拢甲当作是未来要安怎的吼，拢甲预设立场落呀。啊，你甲预设立场落，你想咧？啊，这囡仔以后要哪？吼、哦，我们现在都是吼、哦、看到了太多太多。跟我们人没有什么关联的事，也已经把它掺合在里面了。所以说神人和地仙又有什么，又有什么问题？我们常说有什么样的关联？中国有几句流传的话啦，就是说快活如神仙，赛过佛神仙。有这样说，有啊，快活那神仙，啊，赛过神仙，是要怎么赛过神仙？赛过神仙、哦、可以看出一个人、哦、的意识当中谁都想做神仙、啊、每一个人都想要做神，每一个人都以后都想要做神，每一个人都希望要可以、哦、因为神的灵界，因为神仙，所以我们要归回这个洞府。我们这种神仙不但拥有永久的、哦、生命，还能享受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所以我们说我们都一直向往永恒生命的憧憬，幸福生活的追求，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一种叫做宗教。宗教毫不夸张地说，神仙信仰是道教的核心部分，但是道教其他内容和理论几乎都在围绕着神仙信仰而展开。所以说如果抛开神仙信仰不谈论，那么即使
哦、他方面谈的最好的最精彩的也就是喧宾夺主，就我们说的、哦、抓芝麻丢西瓜，离开了神仙信仰，道教则成为一个空架子，所以离开了神仙信仰，道教则不能成为真正的道教、哦啊、所以说现在的道教所说的神仙是指长生不死且有特殊本领的人，但是人、哦、我们 一直把它神仙化，神仙一尺落脚、哦、就是在说神凸显仙、啊、仙 凸显神，这功能属性的是一种修饰，但是神仙概念并非一开始就能经历了一个由先天不死的神回落到后天长生的人，不可能啊，没那个长生不死的，没这长生不死的人，就变成说这人的过程集中体现于道教的神人概念，地仙啊在这个概念转变当中，神人概念最早出现的就是庄子中的神人、智人、真人，这就是在说神仙，但是这神仙有一个共同的共性，他就是先天不死之人，但是金条继承了这个神仙道观，但求长生不求长成仙的，求长生意要求，这不是说求求处不恕之忧，来到这个汉代了，神仙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什么微妙的变化，就是说神仙渐渐接近于人，已经产生可通过自身的修炼来实现长生不老的想法，不一定非要从神仙那里求不死药了，这就是说我们第一部的神仙传记里面，烈仙传里面就是这样写，但是咱即卖人，较有较早的人安尼讲，我甘愿吼来山顶觅咧，来遐修行正果。无咧，即卖人吼，食好做功课，啊嘛想要来去吼应应看风景，吼，他有可能像以前安尼来修仙呢，足少的啦。对这个魏晋时期吼，神仙观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啦，神仙不再是异类哦，人人皆可以成仙，但是神仙。会带学无会啊，生生会使学无会啊，这个技术问题呢，哦，技术问题呢，就是说你有没有特别的去，好、哦，去拉近你的概念跟距离，好、哦，与神仙的凡人之间的距离。你不做凡人，你就不会在都市嘛。你在都市就是会做凡人，因为都市的这个啥美景太多嘞，好、哦、吗？打舞也好啦，吼，啊是讲吼，啊舞厅也好啦，啊是讲暗时啊，吼，唱歌唱歌天光的嘛有啦。好，你说我们现在，吼，概念、距离，你要做底先，你要成为长寿的生命，你还要出处于任意特性。好，道教徒的心目中是长生、自由、享乐，但是隐世兼修，你若无隐世兼修，嘛不可能啊。我们不可能成为神仙呐、啊，所以讲神人向地仙概念的转变，不仅是道教神仙信仰重要的主要成分了哈，但是经过道教发现不可忽视的环节就是啥，还是对社会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讲，哈，魏晋诶这个时阵的这个上层，哈，符合咱这个国人的信念，哈，就是咧讲会当哈改变了以往。道教徒吼，一个面貌吼，以前啦，甲今啊，咱今卖人会当吼，足自由诶。你要修啥物，就修啥物。吼，你要修多一排，就修多一排。为了要促进吼，我们在神仙概念的转变，吼，将所有一切仙境啦吼，从西苗海外神仙移植到现实的名山，吼，秀水洞府来对，叫洞天福地。好、哦、在洞天福地真多直接原因啦、啊、吼、啊、所以咱讲吼啊，道教在神仙世界当中，我们找到了自在、自由跟自我，好、哦，和咱的人生充满了超凡、超圣的情趣，好、哦，最后呢，吼、哦、道教修炼地仙的方法，就是好、哦、传统的，好、哦、咱讲医学保护来的推动了这个吼、哦，所有的这服侍养生，好、哦，咱有这个服侍跟养生。这个发展
哦、所以就即系吼仙宗派啦，吼药敌仙宗啦，吼都什么派什么派，吼全真教啦，什么教？道教神仙信仰中的神人，他不止于是人类的哈，绝对，哦，人类绝对是超越灵性，有三种特质啊，哦，就是有先天的哈，啊，过来的是其次，就是我们能够了解什么叫做神，哦，啊，你老公，你将啊。第三种新人啊，平易近人的人性特质，这就是叫做逍遥派啦，无拘无束的，吼、哦，无拘无束的逍遥派。列仙传内底嘛，咱甲你讲，但是咱即马这个21世纪的这个世界内底，你要拥有较早魏晋朝迄个时阵的迄、那个吼、哦、各方仙翁啦吼，啊是讲吼花都仙翁啦吼，遐、哦、所有较早的高人吼，伊、哦、会啊养生。伊也嘛也用伊家己的德，啊嘛也用家己的智，吼、哦，质朴，吼、哦，返朴。这个列仙传内底似乎拢是咧讲仙呐，但是仔细个分析吼，即嘛册中吼、哦、要由凡人来成仙的吼、哦，先天具有特异神仙体质的，吼、哦，嘛无几个，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啊、咱的吼、哦、凡人队伍啦，真正的平常人呐、啊。哦、要通过自身修炼由凡入仙的也没几个，所以到现在又赶快八仙、哦、七斤这样而已，所以设立的成仙门槛非常的高啦、哦啊、所以人说、哦、咱现在要为世间人证明、哦、为向世人证明世间确有神仙存在、哦、所以对成以神仙途径我来对我略略带过了，但是没有详细说啦、哦、就是说仙人的特征是啥，现在已经不是很清晰了，看不出来、哦、不管怎么说啦，哦，咱拢是希望安怎？希望讲概念甲重点落在神跟人，哦，转变为大方向，就是人格啦，人格跟灵格的提升，哦，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啊，哈、哦。那咱讲基本拥有特异功能的人，会变成至少啦，哦他能够由人而神的，是通过自身修炼实现的。哦、所以人说，有那个死而复生不死的、哦、具备了神人的神性、哦、超脱了生死，进入了与天地同寿长生久世的境界，真正意义上的仙人、哦、我们现在叫人格化、人性化、哦、的一面、哦、有至善的品格，既超世又不脱世，关注困苦百姓，默默地为排忧解难，这些先人呢也特性、哦、就是他奠定了咱现在地仙的基础，地仙的基础就是咱凡人这个地仙的基础，他的概念就是发、哦、你要发展成一个转捩点、哦、那就是要为啥、哦、咱说各方仙翁神仙下定义来对神仙又高又低分为天仙地仙，吼、哦，世界仙，吼、哦，上师得道升为天官，中师得道罗集昆仑，下师得道降生世间。天仙甲师姐仙的体，吼、哦，咱讲体法并不一样了，吼、哦。啊，所以有时吼、哦，咱等下讲神人相类，吼、哦，授予天齐呀，吼、哦，飞升太息，要做天上仙官，吼、哦，无遐简单啦，无法升天的，但是正负且由的，好、哦、入名山的，还是在修的，还是因为师姐仙法，哦，所变的，吼、哦，这拢有啦，吼、哦。所以咱讲身体要成为吼、哦、三品中最低级的神仙，啊、哦，无遐简单，嘛最低级的还阁无遐简单咯、哦。为什么？因为师姐仙也就是可周游人间世界，但是应纳入。地仙一类的就是在说人、啊哦、天仙有无限的生命，但是你可以听闻驾步居住天宫的还算是一个仙官，但是凡人来说完美至极、啊哦、有法度好代表说、哦啊、这个地穴混住似乎重视、哦、每一个、哦、就像在说到地仙的恩由、啊哦、天上的尊官大神，但是要现在由人来修、哦、真的是不是那么容易啦、哦、所以说古先人类或者是、哦、咱现在人道啦，就是说人道应是、哦、要去了解
你若会晓人道，人道应是，吼、哦，咱讲面目聪明，吼、哦，骨质坚强啊，颜色悦泽，老而不衰。元年九世，处咱讲处处任意啦，吼、哦，就是咧讲到吼，鬼神未去甲侵犯吼，啊，有法都好吼。哦求定性的这所有的这些地仙啦，就是讲地灵啦，吼，这地仙，吼，唔是遐尼，唔是讲遐容易的成就，所以咧，甲咱讲吼，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不受约束，又可在人间自情享乐。咱今麦人拢安尼，哦，我佫无爱用管呢，啊，我嘛无爱吼，啊，无爱讲吼，有这艰苦病痛，所以讲我今麦要想的，就是讲看，咱看有哪伫世间吼，知情享乐，吼，符合啦，吼，啊，这个条件吼，这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理想的是追求什么目标？目标要会当食好做勤苦，啊，又要佫吼，要有佫有一个地生的寿命，佮天生无同。哦，但是咱又讲呢，啊，感觉讲吼人呢，哦，来到这个，哦，这个世间，咱希望呢，佫希望讲，会当佮像白做安尼无？那像白做安尼佫如何？问题是没有那么简单啦，吼、哦。所以讲讲仙道，哦，啊是咧，人咧回归到淳朴，吼、哦，人爱有一个单纯淳朴的心，你才有法度跳脱。真正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你跳脱了，你要成为哦第几级的？是咱仙嘛是分级数呢？哦，有上仙、中仙、地仙，哦，阿妈一个有吼啊，另外一种吼无同款的升仙方式嘞，就是师者性的，好像世界啊吼，啊，这就是在讲人呢。啊，真的来谈一谈呢哈，我们现在的21世纪的人类，哦，要修成像。刘老师，刘培忠老师，吼、哦，伊个心中吼所留落来遮，你要去改真正深入去静坐，真正深入去要，互你这个吼凡体变身体，吼、哦，你嘛是着爱离开，吼、哦，咱讲这个老者的所在，吼、哦，去一个真好的灵山宝地，去要好好啊洞府去修行呢，那无，咱嘛无法度讲，把迄内底骨条，吼、哦，啊去甲运用伫咱个肉体。哦，365骨折，要安怎去教出窍？要安怎去会当出？人讲出神，无遐简单啊。所以讲有在修的也很多哦。啊，所以讲吼，啊，即嘛呐，伫咱讲蓬莱仙都拢是仙的时阵呐吼。那我们就不要把它啊那个把它矮化了吼。无遐尼简单，每一个人拢真正吼，拢、哦、有法度灵吼。哦这么超越到有法度吼啊，像以前的人安尼修行正果啦，也有啦，但是不多啦吼。啊，今日去想到这讲这吼，最主要吼啊，嘛是希望讲我们在一个吼频率来对，就是讲每向你讲啊，这喜结善缘吼，多年啦，再多吼，这个顶管我也是很用心用力啦，但是感到很大的无力感，就是。啊，真的，我们的这个真理信仰已经愈来愈薄啊！哈、哦，道法为什么不兴盛呢？精华为什么不研究呢？书伦颠倒了，哈、哦，道坛沦为民间势力啊！哈、哦，修行落入习俗俗法啊！哈、哦，这大道中风的意识哩无会啊！啊，所以哈、哦，咱讲呢。奉敬的不敬老庙，思想在讲是爱众生知影性命相修，但因为咱即马这个社会形态，和每一个家庭有过不完的生活、工作种种因素，所以呢，吼，咱这个因素，吼啊，所以开辟了这个喜结善缘母娘，然后母娘啊，开辟了这个喜结善缘，吼，铸造一系列的梵音插曲。吼、哦，互咱修行讲解啦，吼、哦，在这节目内底面方便每一个人伫家庭啦、工作啦，边做边听，修行方便，吼、哦，以达亲信，把正信、正念、正道思想观甲传扬。所以讲吼、哦，咱心灵吼、哦、工作也好啦，或者是讲吼、哦、唤起吼、哦、世人尊重生命，透过知道、乐道、明道、亲道。而寻求长世久世啊，哈，长生久世，好，咱呢会当立论，哈，立论正确，见解精辟啊。为什么？
咱若讲这个深入浅出的吼，会当帮助修道的人吼，比较呢吼，要学习较容易啦吼。所以我们是带母粮来传法，也希望说吼啊，喜结善缘的节目啊，会当予大家喜爱啦吼。今日个节目就到这，祝大家吉祥平安，再见，拜拜。